哥你来呢。我最后讲我一个两块下来，可能两块需要一块多吧。便宜的我再过来两块，再过来两块，再过来两块多下来两百块。头发肉帅鱼啊，帅鱼两块哦。也是要看一下，哎，几号剩一只？等啊。过来，我们吃鳕鱼拖到肉来两百块。哎，那边小姐，搁一个。好，然后这边先我一人叫下来。他昨天是不是也在这边呐？他昨天没有，昨天礼拜二。对，他说，哇，小姐姐。什么？小姐姐两百块。那是礼拜三跟礼拜六在。过来，还不来两百块鳕鱼拖到肉。好，叫小姐搁一个。来，哥哥。哦，咱这边比较近啊，那是山。拜三个拜了。来，你阿伯。过来，我们吃鳕鱼头刀肉来，一百块两百块就带过来，两百块就带过来，两百，还找八百，我现在两百块就带过来，鳕鱼头刀肉来两百块，来，鳕鱼的头刀肉来两百块，两百都无啊，两百块，要吃就是要吃看卖来，一百块一百块有人买过来，鳕鱼一百块嘞，一百块一百块，一百都无，没吃过要吃吃看的来，一百块。一百块钱，一百块，对啊，一百个，一百个无人来，来试试。来，都是要食啥？哎，有人问你听，我煮较好食啦。鳕鱼拖刀肉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用清蒸的也可以，果粉用炸的也很好吃。哎，那时候煮汤可以吗？鳕鱼火锅里面去吗？可以，可是我尽量不要，因为它肉比较细，怕你。如果用在捞其他东西的时候，会把它用散掉。它不像鲷鱼片这么，哎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哎，它肉质比较细的。来，冲一下水，冲一下就可以了，把它冲掉就好了。这五块钱，这一两三十只五只拢来下，三百，两百五了，五只拢来两百。来呀！大家来两百来，快点来，两百五。再也不用了，你爸无跌倒袂过啊？来两百来，够交啊！来，管你啥？海拢六只就对了。两百了，一只出三几块、五块啊，活唔死的嘞！两百块够无？我很爽哦。好，后来一上啊，都超重两百了，两百块、五块，我现在两百块。多余啊！两百块乖，乖两百块，两百块唔敢食，两百块，两百。不了了，先你这鸡子吃，你看我。谢谢你啊！哇，越来越多人加入了，礼拜。我拍什么？桃园，礼拜六要交款去。一百了，这三百，一百块了。来啊！一百块了，还搁跳啊跳跳跳跳跳，那礼拜六等你来啊！三百，一百块卖啊！我过去这三百，一百块。来啊，这边啊。哎，一边过过来，他还有那个可以直接接的吗？你三百过来一百块，对，先生，哎，一边搞对钱，你三百五块一百，对，无一百块，你三千块一百块，一百块五块，敢赔一块两百，你看要几块啊？你卖啊？一百块尔卖，来，我你搁要吃啥货嘞？啊，白带鱼，五百，很多来个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都被买光了。不过你现在很近啊，你多看到天桥的。天很贵，能发。对，真的，礼拜六，礼拜六回去。先跪头先，先跪头。拜了，恭喜。金能三十五，那两边都来，三百块六，六颗三百块，一颗剩五十而已。跪头哎，三百。跪头三百块哎。星期五在第五。我就这样给现在三百，一下我了。两百块了啦！哎呀，我要几斤啊？这一粒剩三几块？一粒、两粒、三粒，来啦！四粒来，五粒来，六粒来，两百来，一粒来，五百块。想袂到呀！一粒收四粒，有一个，他们发财了。几件？贵啊！没有这么飘。来好来，阿姨，我你快把刀来，我用用。做两件，一件先一两百块，一件两百块呀，啊，一件是比较细。不是两百。这几条来，两条来，这四条再带个过来，三条，还四条，这五条来了，六条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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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条来，三条来，四条来，五条，六条来，两百块。啊，这边阿姨啊，好人哦，好嘞，一条，两条，三条，四条，五条，六条来，两百。好，阿姨，你几条喂？哦，他拿了哈、哦。
粒、两粒，你到四粒，再代表三粒、四粒、五粒，这六粒嘞200块，来这边。500，这四碟500，过来要吃鲑鱼头的无？这两粒。过年啊，最后一箱无啊，你较细粒，较再较买来，这细粒再买，这三粒、四粒、这五粒、六粒来，这六粒来200块，一人三四五，六粒来200块，六颗来200块，我下来鲑鱼头，一粒来，要，这两粒来，这两粒来，这三粒来，这三粒来，四粒来，四粒这五粒来，我一下给这六粒来，我下来200块。200块，6颗过来200，六粒过来200，鲑鱼头，鲑鱼头200块喂，200块唔敢食200，200块，我一个人给最多就一个人给200块了，200拢有哦。来，这较细粒的，这较细粒的有人来，这唔免买200，这买100块了啦。意外。他们啊，什么？哈哈哈。不好当哎。啊。退货啦。好两条哩，200块，快好来试试。大哥，谁人过来？我想要吃纯豆丁煎的嘛，无啊，嘛无物件。要吃啥？哎，这个切一切就可以吃，切切落去吃啊。好啊，两条哩，200块，200块。做人要吃酸烟的无？哎，300，试试。不会啦。我要吃谁人过来？退钱，退啊，有什么关系？这样才好玩啊！贵啊，贵啊，贵啊！没有啦，他是说礼拜六他要从桃园下，不是说礼拜六在桃园。贵有啊，贵有啊！几块啊？快百块啊！几块啊？没问题耶，没问题耶。你一袋一斤的，贵一袋一斤，200，最后一箱无啊？500斤的鲑鱼，有啥物食啥无？无啊，无物件。几块摕出来卖啊？你几块无花？啊，几块无花过？几块啊？一包一公斤的啥？150了，一公斤的150啦。我就前去买2包较俗啦，2包300，你也无了？200了啦，200块啦。这2包的2公斤200块，甲麦当劳同款的嘞200块，200块。看不要？要啦，来200块。够人爱无啦？200块，500
快好来，谢谢。哎，从桌顶叫你家捡，无物件好来，从桌顶叫你家捡来。收好，对，把钱水拿去收起来。收到正价尔啦，吃不了就是一块二啊五。对啊，一块二啊五，两块五百收，这就一块二啊五。这鸡这较大只的，一阿的五条啊，这四五的都无同款啊来，这两块来五百，一块二啊五。就大家买满。对，来谢谢，无人要插我的。我要吃啥样讲的？要吃啥样讲的？哈，鞋啊，抓烟的一袋一百，你要几袋？会使买一袋啊？啊，会啊，会使买几啊袋啊？我再搁一箱嘞，最后一箱啊。袋一百。来啦，这有较水的啦。啊，咱袋几多啦？袋一百块啦，你看你要几袋啦？袋一百，你看你要几袋啦？我买袋十块买。好来，一袋十块买好来。十块买啊，一百块了。还是鱼竿还不贵。鱼竿才拢买下来。我买下来，哈，二啊五，四点五块两袋，二啊五。客人来两百块，好虾仁两百块，好吗？三四百五，来找我。对啊，会没有什么关系啊。来五百五找你，谢谢。你鱼包这样，鱼包存这样的无啊？一百块一百块了，差多少差多少了？一百块，一百块一百块，来，这边头家还无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放了几个可以啊？个大个大面，足奇怪，我就介意你。你就几个安尼企起来，咱包括你阿哥。你搞错，你搞错。你摸啊摸啊摸起来，我给你哎。两百好不好？哎，两百。会不会太多？十二只，十二只两百。好不好？你看，你考虑一下。这一台两百啦，五号啊，五号存一箱尔，我全部鱼啊存五啊，花箱甲五花啊，做富贵鱼，就这四项尔无啊。五号有水无水，有大只无大只，你家看。现在一尾抬起来百二三块嘞，一尾百二两尾，你还是三尾三六三百块嘞，四只来三百了，一尾存七十五块，快啊，三百二啊五二啊五啦，两百块啦。四只来两百，四只来两百，我只买剩五十块，你这一只五十块块，好啦，谢谢啦，来啦，个人要食五阿姨的无？无啊，无人来啊，后边我摆，你家拣哦，家拣家抽，家拣家抽，来。我刚看直播。看直播跑来的、啊，直播，你要十块钱，对，有啦，那个礼拜六在大包山，啊，礼拜六，啊，礼拜六，礼拜六也有，礼拜六也有，你讨厌了吗嘞？一袋一百，这个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太晚了，这个时间太晚了，可以再等我过啊，是这样的，明天早，明天早上去海里，好呀，来海里，哦对，来，这样的嘞，你唔知哦，这样的多。要二十根再加四根，四百块。这样子，要不我二十四根，你刚好四百。四百块呢？啊，谁？大雁袂歹食，阮北部人拢较爱食。啊，你是不爱食，较紧下话遐讲的啊。我也无物件卖你啦，好出只尔。可以嘛？花枪好无？花枪。那这个要两百。两百。对。一尾剩五十尔。咸水蟹啊，厉害的，咸水河蟹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，快买两买啦，买四只啦，一百一百来啦，一百块啦，来多少嘞？
那是不是加我十块啊？一四四两百就是一样。没有，因为有些人不想要买那么多。没有那么加钱，因为是冰起来啊，不然。想要买一尾两，想要买一尾两尾吧。先不想买，安尼。好啊，恁乖声啊，紧！我后壁搁白带鱼，我白带鱼。啊，咱们食白带鱼，有啊无啦？哎，海龟鸡一包一百块啦。到现场对。这雨停了。我说我的平板超好买，百块一块，你去现场买啊！要百块两百块，三叠、四叠、六叠、两百，七叠、八叠、两百块啦，第二五块啦。黄忠华那个，一对两百块，两百，看吗？一叠剩二五尔，中块的，来。结束了，耶！过来，我只白带鱼过来，谢谢来。白带鱼两百块，四叠、六叠、八叠过来两百块，八叠过来两百。两百一块二五尔，来谢谢来，你家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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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来。我唔知恁买啥，虾仁多啦，虾仁来两百。两百，好不好？三只啊，就好了。啊，前天买的鱼，大家没吃完。一百啊，四只啊，一百块啊。不白虾，快进来。好了，我看一下。等八，哦，哎，八块。剩你们自己看剩多少了。今天是下雨天，你不要忘记哦，今天是下雨天哦。你们看到？大概就剩这些，其实这些就等于是卖完了，因为不很少，这真的是全部清光了。上礼拜六没有下雨。这个三个两百可以吗？不行，免出价啊！把这时间来花，拢上少的啊！你搁出来就价位都变了。你在花上卖便宜的？永远都是一片一百啊！永远都是一片一百。今天没有穿雨鞋，他给我穿拖鞋。哎，这个还要煮吗？不用。哎，这这的给他切。哦，来来，一包就好啊。对呀、啊。OK。一百块。不错哦。哇，可以耶！下雨天能拿到这样子，这个是我发的源。像呀，这里也啊，很多包。这都买下来，能八条。这里现在能八，八个八个。就来这边买，八个呀。我跟你讲，乌日粉会更多的，我有点担心。因为我的脸书的影片现在很多人看，那些人都没有看过。那些人说都要来乌日，对啊，我靠，不知道乌日太多了。来，贵，来，小童小心啊，走贵吧，再不回来。来，淘来，谢谢。贵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乌日有点太红，我不太喜欢那么红。为啥？抽烟。乌日有点。
够了啦。差不多些。可以啊，这智龟油脂最多就智龟了。哎，这个你把它冰冷冻至少还可以，要冷冻哦。那你不要拿出来，就用冰块冰，冰大概一个礼拜的话就还好。你如果冰在冷冻都不要拿出来的话，大概可以冰一个月。这个不能加冷，这个加冷太快。第五节再放。要换怎样？这个。
不会，我们这个没有泡药水的，绝对不会跑。他那个药，我还是进口的，来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对啊，我要给他一百。好。好，你三百块，谢谢。对啊，我请你吃完。哎呀，你那家，这店家里。